你欠我那200块钱啥时候给我呀？你老板来了，哎，等会儿再说呗。啊？嗯。俺这个包表一会儿说的。啊，好的，老婆。还有什么？一会儿上财务领200块钱奖金。这也行啊？哼，我行，你不行。你行，我也行。这材料我找你来了，你老婆。还有什么？那还有什么？不想干了是不是？没有。出去！出去三姐是把你怎么样？我就说你不行吧。这办公室有狗。你刚才叫什么？啊，没有，没叫啥呀？占我便宜是吗？我没，那你那天还占我便宜呢？我那天不是特殊情况吗？遇见坏人了。那我这不也是特殊情况吗？我这不遇见困难了吗？我哪会整这玩意儿啊？跟你学坏了是吗？谁跟我学坏了？我可没教他啊。你过来。我不过那什么，等等我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